顾长顺全招了，自首招供，这认得也太快了。这叫做贼心虚，再说了，证据齐全，他藏都藏不住。 光天化日下劫犯呐！少说句话不会死吧？这个人是谁啊？郭长顺的妻子林佳，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，今天刚下飞机就提出来要来见郭长顺，赵队已经问过他了，跟郭长顺的证词对得上。我倒是有个问题。 林女士，方便再问您一个问题吗？请问吧。孙小月离开宝胎房之后，这几天几乎没了音讯，您为什么不问一下您的丈夫呢？我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？我梦见孙小月和孩子都被我丈夫推下了山崖，我怕噩梦是真的，所以不敢问。 有点累了。各位，今晚我请客啊！我请客，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啊！不许帮我省钱。你们怎么也走？把门关上。 有话直说 ，DNA 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孩子是郭长顺的。玄关上的毛发还有 DNA 是郭长顺的吗？不是。郭长顺说他在客厅杀死了孙小月，可客厅玄关上的毛发还有血迹又是谁的？林大神探，问你呢。对呀，哈哈哈，怎么忘了这事呢？ 既不是郭长顺，又不是孙小月、刘玉山的，这难道案发现场还有第四个人？很有可能。但是杀死孙小月的凶手确实是郭长顺，这个没错吧？现在所有的物证都指向郭长顺，而且他有行凶的动机，杀人者是郭长顺，抛尸者是刘玉山，这个也已经确定了。但是现场这第四人没有查清楚，这个案子就不算完了。刚才。 我们看见了郭长顺的妻子林佳，您帮我回忆一下，她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啊？她的额头上有一道还没愈合好的伤疤。从伤口的愈合程度上来看，应该是在一个月前形成的，也就和孙小月的死亡时间差不多。伤的不重，这会不会太巧合了一些？你是怀疑林佳也去过案发现场吗？哎，我有个科学性的问题啊。 如果这个林佳跟我妈似的，天天把胶原蛋白当饭吃，会不会影响那个伤口愈合时间？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，对人的身体无特殊意义，对皮肤也无特殊意义。被人消化之后会转化成营养，均匀分布。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都有，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。那我妈的钱不白花了？补充营养总归是好事儿吧。 如果检验结果证明林佳的，那么至少可以证明林佳去过案发现场。难道是夫妻同谋杀了孙小月？但是很奇怪，如果是林佳，那么在我们控制住郭长顺之后，他应该计划逃跑才是。对呀，他还特意从国外飞回来找郭长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我们还是先核对死者家玄关上的血迹和毛发与林佳的 DNA 是否匹配。 如果是一致的话，那至少可以证明案发当晚林佳也在场。我们可以请林佳过来配合调查，这段时间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控林佳，不让他离开龙帆市。但是怀疑林佳跟这个案件有关系，我们就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。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现场勘查的同事已经查过了，这里就是郭长顺。 安排的安胎房，这个是年租房，我们到现在都没动过。
你为什么想到来这里搜查？死者和嫌疑人居住过的地方很有可能会补充物证证据链，有人的地方就会留下痕迹。开始吧。嗯。怎么了？不就个摆件吗？拿。我去。针孔摄像头。难道是郭长顺为了监视孙小月案的？这老小子没交代干净啊！可是他的手表上已经安装了定位监控，而且他大量时间都在这里陪着孙小月，没必要多此一举，安装个监控来监控自己吧。除非有人借着出入方便安装摄像头图谋不轨。那这交给你，我立刻去查走廊监控。老王，协助我们调查一下监控呗。好。那个监控正好那天坏了，视频可能没留下来。我没说查哪一天啊，你怎么知道视频没留下来？公寓管理员王丽后来承认，郭长顺为孙小月安置好养胎公寓后，林家便找上了他，并出高价让他在养胎公寓当中安装针孔摄像头。技侦的同事已经破解了云端服务器，保存了所有偷拍的视频，并通过 IP 地址确认了接收视频的手机确实为林家所有。林家无法怀孕，可能是她心里会有一种自卑感或者是不安全感，尤其是看到了郭长顺和孙小月之间存在着亲密行为，她可能会怀疑郭长顺和孙小月存在婚外恋。所以林家是偷窥到自己的丈夫可能对黛玉妈妈动了私情。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对啊？那林家应该对郭长顺下手吧？如果案件都是用想的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悬案了。案件需要物证来佐证。哦，对，说到物证啊，林涛在郭长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款保胎药，这个药物有中药成分。孙小月取卵，身体受损，我猜郭长顺会不会用药物来给他补充身体？结果这个监控视频证实了我的猜想。可这个视频我看过呀，这能代表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们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。因为这两个纸片胎呢，我们把勘验重点放在了前胎树还有氯化钾身上，但从来没有考虑过男胎身上是否存在药物成分。我有一个黑暗的猜测，但要等证据链闭环之后我再给大家说清楚吧。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。进。你好，林家女士。这是搜查证，关于孙小月一案，我们想请您配合一下，回局里接受一下调查。林家女士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胎儿的病理鉴定意见书和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。有妈宝乐的成分吗？没有，但在胎儿的体内发现一些草本植物的成分。草本植物？是技术员应该会建议去做毒物检验了。这是毒物检测报告，你看一下。红花丹皮、龟尾麝香，这些不都是活血化瘀的中医药材吗？这些也是传统中医打胎的必备药物。中药呢，不同于西药，只需要控制剂量，服用者未必能察觉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以极小的药量，但是靠药物的累积达到药效？没错，通过人体的代谢累积，毒性会缓慢发作。凶手这招可真够狠的，这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？所以，林家用打胎药替换了妈宝乐，郭长顺呢？一直以为给孙小月吃的是营养药，
而孙小月其实吃的是打胎药。承认了，就是那管理员王雷，我把这检验报告往他那儿一拍，全承认了，说是在林家的授意下给孙小月换了药。那家伙可真是不借棺材不落泪啊！要是没有这个证据，这些秘密还不烂在心里头。所以你要记住了，要相信物证，不要轻易相信嘴巴。无法怀孕的林家用换药的方式杀死了郭长顺和孙小月的孩子，以此来断了郭长顺的念头。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黑暗的猜想？嗯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就会演变成郭长顺杀了孙小月呢？主任 ，DNA 检测的结果出来了。玄关上的毛发浅血属于林家无误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份检测跟那个毒物报告，我们去问一下当事人怎么说吧。在孙小月家玄关，我们发现了你的头发和血迹。你去过孙小月家吧？你通过手机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着郭长顺和韵母的生活，王雷已经交代了，我想你现在的手机里面应该还有这些视频。这是孙小月胎儿的毒物检验报告，王雷已经承认，在你的指使下用打胎药换了保胎药妈宝乐，造成了胎儿的死亡。那又怎样？林佳，你杀了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，这是个生命啊。如果杀死胎儿也算犯罪的话，那做人留的一生岂不都是杀人犯了？我警告你啊，林佳，别太嚣张了。我说错了吗？胎儿如果没有出生，就不算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，那么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，别提杀人了，连犯罪都算不上吧。你早就料到你会出现在这里，所以你想好了所有问题的应对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胎儿在母体里，你伤害了胎儿就等于伤害了母体。林佳，你涉嫌触犯故意伤害罪。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啊？我说过了，那又怎样？我想请二位警官分清主次，孙小月的人是郭长顺杀的，至于对母体的伤害，我想请问你们有具体检测到我换的药对母体造成了什么伤害吗？没有。那我也就没有犯罪，对吧？真有此理，这女的也太嚣张了吧。所以她承认杀死了孙小月的胎儿，但是她不承认和孙小月当晚遇害有关。是啊，她肯定隐瞒了什么事儿。本来我以为抓到凶手郭长顺这个案子就结了，现在看来里面还有大事儿。现在真正知道真相的应该只有两个人。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为什么郭长顺不愿意供出林家呢？有没有可能郭长顺根本不知道林家杀死了胎儿，不然他早就和林家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包庇他了。我看未必，郭长顺求子心切，把孩子看作命根子。你们还记得林家见到郭长顺的那一天吗？林家见到郭长顺的时候，不自然地用手摸了一下肚子，当时我并没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会不会是一种信号？他想要告诉郭长顺，我现在怀上了孩子，你放心。林家不是不孕吗？那如果这是林家给郭长顺设计的一个骗局呢？代孕妈妈生下的孩子不可依救，而我现在怀上了孩子，为了孩子你要保住我，这会不会是林家思路？所以我们得先让郭长顺知道林家的真面目，从而让郭长顺说出真相。我们可以先从林家入手，我可以申请帮他做一个怀孕检查。
我去和李队汇报。哎，哎，我也是刑警啊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大喘一次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的律师了。我要告你们，我要告到你们连自己找你做不了。孙小月肚子里的孩子是被林家换药毒死的，这事儿我看你并不惊讶。人都没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这份报告应该眼熟吧？是你妻子林家在美国做的子宫修复受孕报告。是，她跟我说过，她认识一个美国医生，可以用高科技的方法让她怀孕。可实际上，我们在林家电脑里面找到了被删除的邮件，里面有林家收买医生做的伪证。林家没有怀孕，那个证书是假的，只不过是他用来欺骗你的道具而已。我要见林家，我现在要见林家。你见不了了，他涉嫌案情已经被我们给收押了。在孙小月家中，我们发现了林家的头发和血迹，这说明案发当晚他也在场。事到如今，我劝你好好想一想，包庇林家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。你别要的。都在那块手表里。被删除录音已经修复好了，来，我看一下。林家，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，你跟踪我接近他，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是不是？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，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二选一，你逼着我让我杀了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啊？那是我的孩子，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策划。林家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杀人，如果你还是……我老公已经没有了，家也没了，的人生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可能实际上我自己内心也在盼着这一天吧，都赶紧结束吧。跟我们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老公跟那个谭玉妈妈的感情，我每天都看在眼里，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？虽然失去了生育的能力，但是我没有失去爱和恨的能力。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戏弄我的人生。Dr. Jonathan, this is Karen Lee. Do you remember me? I need to ask you for a favor.宝贝啊，妈妈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不在妈妈肚子里折腾了？之后我就开始了报复计划的第二步，我最大的抓手却是孙小月完全不知道我是谁。谢谢。
先坐一会儿吧。喝口水。谢谢。按理说，到了你这样的阶段，不会有这么大的妊娠反应。我学过医的，要不要帮你看看？你是医生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这个反应有点大。你住在这儿吗？哦，我自己不住这儿，但是我家离得特别近，而且有一个朋友在这儿，我会经常来的。我叫林佳。啊，我叫小月，孙小月。在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，我就逐渐的掌握了他行动和饮食的规律，这样就给管理员老王制造了下药的机会。我本来真的想得很简单，我想要是我处理掉他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再让郭长顺相信我没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佳姐，你结婚了吗？怎么突然这样问？我就看你手上有结婚戒指的印子。我跟他在一起快20年了，但是他爱上别人了，那个女的还怀了他的孩子。天哪，佳姐，你太可怜了，你是不是特别恨你老公啊？哎，小月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报复他们？我觉得是挺过分的，不能随便放过他们。对，不能放过。就说天好要出来走走吧。对，天我在家里，咱们下午去逛逛吧。好啊。你说这幸福是什么呀？我就觉得能跟心爱的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那你心爱的人是谁啊？当然是孩子他爸了。佳姐，明儿我跟孩子他爸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我们不打算在这儿生活了，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你了。不过我会想你的。孙小月所说的父亲，你觉得指的是谁？当然是郭长顺。跟我们说一下案发情况吧。贝啊，妈妈真的好爱你。可是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你的胎心有点不对劲。妈妈好担心啊，是不是马上见到爸爸，有点激动啊？别着急啊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妈妈、爸爸还有你，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重新生活。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了，好吗？
佳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我想你了，想来看看你。你最爱的芒果布丁。先进来吧。真好吃。佳姐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芒果布丁？我记得我都没跟你说过。郭长顺不是经常给你买吗？郭长顺？你怎么认识郭长顺啊？小月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一定要好好惩罚我的老公，还有那个小三。我今天就是想按照你的意思，把这件事办了。郭长顺，是你老公？别打了，打也没有用啊。要是郭长顺知道了你肚子里是个死胎，他还会爱你吗？还会跟你远走高飞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一时忘记告诉你了，你的安胎药其实都被我换成了毒药了，加上你刚才吃的那些，你肚子里的胎儿应该没有心跳了吧？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你作为一个妈妈，肚子里的孩子心率一直有问题，你感觉不到呀？太可怕了。我可怕？我不会让你和你肚子里的东西毁了我的婚姻。你凭什么？你真的以为我会没有准备好就过来吗？老婆，老婆，小月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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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你就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，要抛弃我吗？什么呢你？今天我和他之间，你必须选一个。不，我选什么呀？我都糊涂了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，去医院。走，起来。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你是教授，我是制药工程师。那个女人，她是个陪酒小姐，她就是个疯子。你看她，她已经把我弄成这样了。没事。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代孕还是违法的，她一定会去警察局告发我们的，她还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发布到网上，她会把我们都毁掉。你的孩子没有了，没关系的。不过，我也可以生了，我可以给你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宝宝。你为什么毁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？不敢。
把现场清理干净就好了。回来。孙小月，我今天就要杀了你。李大夫，你说。林家，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，你跟踪我接近他，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是不是？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，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二选一，你逼着我让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那是我的孩子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，但是我这么做不过是想捍卫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而已。我有什么错呢？我杀了孙小月，我刚才杀了孙小月，我现在是杀人凶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杀人凶手，是刘一山杀的。但你太蠢呐！万一找到我怎么办？我问你怎么办？我们把现场处理得那么干净，不会的，他们任何线索都找不到，哪怕万一。万一警察找到我们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承担一切后果的。如果要坐牢，我去。你去？你怎么去？我问你，你下头就飞美国了，你怎么去？我是要去美国，我是准备去做手术。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宝宝了。
原来一切都是天意，全部都是因为黛玉，全部都是因为那个黛玉妈妈起了歪心思。我本来只是想跟郭长顺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过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老公居然要为了他离开我。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林家，你触犯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，属于情节十分严重，影响极其恶劣的，你有可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是死刑。但你现在有权保持缄默。我认，我全部都认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的，她死有余辜。林家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是你误会了他们。你的丈夫和孙小月没有情感关系，但孙小月确实对胎儿产生了情感，违反了所谓的代孕契约，所以她打算和男友逃离这座城市。这些证据证词足够证明我以上说的话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即便你是犯罪嫌疑人，你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把这些都告诉你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带着恨意继续之后的生活。证据链闭环，案件告破，只可惜两个追求幸福的家庭却因为非法代孕家破人亡。最可怜的是那三个还没有出生的胎儿，还没来到人世就丢了性命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单单的伦理问题，杀胎应该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郭长顺故意杀人罪，刘玉山弃尸罪，林家也逃脱不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。没想到第一起案件就让人记忆深刻。不说案情了，林涛说这是他第一次办案成功，所以家里给他办了庆功。走吧。上车吧。三见你的时候也到了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大家都说要给你送别，特别是林涛，他说他接你来的就要送你走。其实我觉得龙潘市真的还挺有趣的。那你来龙潘市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寻找失去的东西。那你找到了吗？等找到以后再告诉你。那可是你说的。你说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载我啊？做任何事情都要当做是最后一次。算了，如果你实在不想说为什么的话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可以扶你吗？不可以。但如果你怕摔，可以拉着我的衣角。
牵了线的木偶，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，在责问我，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，颠倒了雨了，被遗忘的故事，风尘的日子，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，倒影中的世界，心上的茧，爱怎么会无解，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，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，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，放肆的嘲笑嘲笑我，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，无声的庄严，谁在用灵魂悼念，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。 And this love doesn'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,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're doing fine, and the cruel truth在追问我，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，看不清爱与恨，对与错的公式，回忆无休止，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，我倒影中的世界，心上的茧，